圆满可以，讲什么？八点六按钮，八点六，八点六，八点六，没有。然后呢？八点六，没有，就这样，只出现八点六而已啦。还要自己手动，要坐着很和平不行吗？哎呦，今天这个 1.14.1 的 UA 其实有。嗯，其实也还没有测试过。这个版本修正了很多东西，至少100多个 bug。嗯，就是多一个点一啊，然后听说伺服器也会比较稳健，所以老师就一直在等。嗯，还好在正式赛之前有出来，所以应该就可以没问题。有。好想你，好想你，好想你。这个是这个地图有甘蔗吗？观众提供的一张地图，有点特殊啊。F A N S H I N T B U R。乐器师的作者。哦，嗯，提供者小俊。嗯，下面那些是甘蔗哦。竹子，那是竹子啊，竹子，竹子，哦，竹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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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甘蔗怎么会长这样？蛮卡的，不知道一点一四啊。不会卡，会卡吗？不会卡，不会啊，不会卡。我是说在竹林走路会卡啦，不会，走错吗？被竹子卡住是不是？向下跳。我们就来挑战看看啊。好，还在下载中啊，赶紧去啊！等一等，还有两个，还有两个，聊一下。我去招谁？一二三四，哪里不一样？今天有九个人哦。哪里不一样？这个吧，原来吧，中间的。没有左边啊，什么东西？有不一样吗？左边的名字不一样，左右边的名字不一样。什么名字不一样？左右边的不一样。竹林虫来叫。哦，这个了，这是右边。左右边都有啊。左右都是。那中间不是有个头吗？不见。它被拿走了。被拿走。不是最右边有个虫来叫吗？左边有啊，右边有啊。左右边各一个。不是贤者，不是不念那个啊，圣者叫，那个肾亏的肾。圣者，竹林圣者叫竹林辟邪吗？竹林辟邪，啊，圣者写的是很像之前的。三四五六，哎，伺服器怎么了？哎，怎么了？是熊猫是打喷嚏吗？对啊，熊猫打喷嚏啊，打喷嚏。那流鼻涕断线了，断线，断线，断线，正常的，我们正常。我一进来你就断线了，没有断线啊。还是挂机会断吗？你掉到哦，你挂机太久是不是？哇！挂机会断有这么神奇？这样子不能上厕所哦，这么神奇哦，不能 AFK。哇！我们要看着监视器了。那上个厕所就断线。波浪符，波浪符。竹子可不可以拿下来给熊猫？上厕所变无敌状态。打掉就不见了。熊猫，熊猫吃竹子会翻过来，超可爱的，很可爱。等下可以翻一下啊，可以翻一下，我翻不了，翻不了。那你一定竹子吃不够，对，我要吃多一点，再多吃一点，卡这嘞。哎呀，哦，卡卡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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卡。哎，他刚打喷嚏哦。对啊，好可爱。啊，熊猫好像有分很多种。脸的样子哦，有些长得很像克劳萨，对吧？他个性会不一样，嗯，对啊，个性会不，真的啊，熊猫个性会不一样。我记得多很多，有很多种个性啊，有的会打人哦，小心一点。嗯，你们我知道会打，有啊有啊。你说这个 T 开头的这个吧？对对对，我不会打，我很友善，我很友善。他会交响乐，凶的，他会交响乐啦。有交响乐，交响乐。可是现在交响乐会断线，不是吗？可是，不嘞？为什么死掉了？为什么死掉了？我按一下这个弹，你就哎，不是，原来八点六是你哦，原来八点六，原来才是八点六哦，原来是你哦，不是我，八点六了，好好玩哦。我什么时候变八点六了？等一下，那不是蜜蜂的吗？什么时候变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什麼那总团，如果你登出一下嘞，你登出一下会是谁？没有人啊，就没人啊，就有人啊。Kill kill， 可恶、啊！真的耶，真的是你耶，为什么？那个作者针对我，不知道，应该是提供这张地图的吧？难得会有人针对你耶，这个吗？这个人。
等一下，他一直受伤、欸、哦，好没事。熊猫，熊猫太棒了啊！这是烘焦冻，巧克力 DC 退了、哦，对啊，他断线了吧？他断重开，他重开。OK OK， 嗯，他断线了。嗯，等一下吧。他应该是那边网络断掉了吧？我想。熊猫的气喘气。熊猫的气喘，熊猫气喘，熊猫的黑夫，要生了是不是？有色尾耶，下面下面有只色尾的，在哪里啊？你眼睛好色尾，这只大的下面，有一只这只大的下面，这边哪里？哦，有啊，真的，咖啡色的不是有啊？还有巧克力熊猫啊，很可爱，边边的哪里啊？没看到，是重叠吗？叠在他在他肚子底下，他肚子等一下是、啊、白痴，有人刚繁殖啦、欸！有啊，小智啊，这只谁刚繁殖的？巧克力熊猫，小智会不一样。我以为你说色尾，白色的部分是有流鼻涕啊，那个明明就是没有啦，没有。我一直以为你在讲地底下，还有我一直在观察地底下的熊猫。这里啦，这里啦，上面上面没有，我现在看到，我现在看到了。等一下，地底下那个眼力太好了吧？所以我才说你眼力也太好了。说下面我就啊，下面，你是流口水吗？啊，还是流鼻涕？流鼻涕的。等一下，我会遇到了一点障碍。你怎么障碍？障碍一下。你卡了吗？对。哇，会不会医治完全没办法啊？哇，这里有丛林遗迹耶。对啊，那是遗迹吗？应该是。还是？可是那里好像过不去。啊，解放。可以是不是网络爆炸？我觉得是巧克力他们那边的网络爆炸，有可能。等一下，他如果短期内回不来，我们要怎么办、啊？我们要怎么办吗？我们就去 Happy Store 吧。你知道，在短期内回不来，实在有点尴尬，不是我在讲。熊猫死啦！回不来该怎么办？有一只死掉了。哎、欸，谁打熊猫？不是，那边有屏障，那边有屏障。他卡到，我自己卡到屏障。啊，太胖了！来，给叫那个巧克力立刻开往那个网咖。对啊，他刚断线了，他重开一下。对啊，巧克力重开啦，等他一下，等一下。我操，在翻你，好可爱哟！你们可以喂他吃东西，超可爱。那我要喂他吃啊，丢在地上。这只会吃蛋糕，我记得。为什么他们一直靠过来啊？还会吃吗？他会靠那个大只的大熊猫，然后大只一直被推走，一直被推走。我要喂他吃河豚。哦，好可爱。小只好像不会吃啊。要不要吃大马铃薯？对，小只，小只叫他赶快长大，让他长大。马铃薯，快吃啊！不要毒马铃薯，快吃。这只怎么不吃啊？我们喂色尾的，喂色尾。我要喂色尾的，我要喂色尾。再喂，再喂。色尾长大，我就一直吃，一直吃。他的脸多久会长大？他的眼睛好皮啊！我也会哦，长大了。哎，好大只！哦，会流鼻涕的。吃，他吃，给我吃，他头歪的好不正常哦，等一下，头太歪了，他的脸也太想睡了，等一下，为什么熊猫在打我啦？为什么？太相残，想交配了，有些好像是护食还是怎样，有些头好歪哦，想交配，是，这边这一只完全不会打人，嗷。被打了，才刚讲就被打了。哎，这个长得比较凶啊！这只熊猫嘴巴绿的，你是怎么回事啊？哎，弟啊，不要打我，色尾，色尾你在干什么？到底怎么了？好凶啊！一直在打人，色尾一直打我啊！长大了，长大了。哎，还是他也是看。还是这只色尾也是巧克力啊，所以他想打你哦，太凶了吧！这个熊猫在追我，走路很慢的追我。这真是不喜欢人啊，我走到前面就一直乱走。我在被，我是一直被打哎。对啊，熊猫好凶哦，太凶了吧！我在想这是不是作者故意的啊？没有，应该是那一件就会这样吧。真的假？所以熊猫这么凶哦？每只熊猫都有一些个性，我记得打食物，可是每一只都打人呢。对啊，我这边看起来是每一只都打了，因为我记得是红色眼睛的才会打，可是每一只都在打的。他们在靠近我啊！红色眼睛好像被改掉，被改成另外一种。没有红色眼睛的吧？他改成那种树莓这样子。哦，我看到他了，可是我真的还是每一只都在打。好凶哦！因为在吃东西的关系吗？我觉得应该是，应该在吃东西。咖啡色不要过来啊！我觉得很恐怖。
什么事情都没对，吃东西的时候不要靠近，我记得。对啊，吃东西不要靠近我啊！你看，靠近就断线了，断掉了，跌落了 ，Happy Solo。Happy Solo，Happy Solo 集合喽！Happy Solo 先集合吧，先组队吧。啊，团团来组大家哦，组队吧。这台上有一些 ID 不是很眼熟，等一下我要记一下。等一下，那个 Happy 表单开一开，其他人就没有。比较常在一起玩的我都记起来了。我是不是给你一下 ID 啊？我需要你们打一打。我打在那个好了，好，打在墙上。你们谁上线了？哇，上线了！好，我不在。集体 happy 是我知道你不在，我刚刚打了不？啊，去弄东西。所以现在呢？啊，打错了。happy 集体 happy 是吗？先 happy 什么？等一下吧。真的。好啊，阿基都不来啊。我要去嗨一下。对啊。对啊。对啊。直接说对啊。对啊。都自己一个人孤立。哇。对啊。九一九是 Happy Soul， 我看一下我新的地图嘛。Happy Soul，等一下，真的是我找王子给你。我看一下，有了，该不会是什么 Microsoft？ 有 Happy Soul， 每个人前面都有 YouTube， 好可怕。没有啊，那集我贴过来啊，这个王子没有啊，没有啊，错觉错觉是不是？看错了，就是说，你要看名字啊，要看好啊。对啊，我们前面是，我们是 MVP 加而已，我没有到 YT 啦。还没有人没有，还有没有人上线没有加的啊？哦，这个啊，这个我有啊，我想，但我也不知道这是什么什么什么。我好久没有玩这个了，我也是蛮久的，其实。我上一次是玩是那个你们搬家的时候。好久，就那个杰克那个噔噔噔噔，棒棒棒棒，阿米哥人很少的时候，就五个人，我们那时候四个人，有了，然后呢？然后等团团随机选个东西，等一下哦。嗯，哎，除了我以外，全部都是 YouTube， 好可怕哦。没有啦，跟你讲说要看 ID 前面哈。拼有影啊。你太紧张了，所以那集上线了嘛？我手这边有一个假巧克力啊，可以按了。那头超方的啦。我按哪里啊？好，你按了，你按了，你按了啊！都进来了哈，那我随便点了。好，玩什么？不知道，那就随便点杀手了。哎，杀手这个图是新来旧的。哎呦，你先打开 tap m 那个 YT 全都是假的，假的。完了，我跟你讲，这场一定是那个 Murder Twin。为什么？刚刚杀不够。哎，这个是只有一杀一侦探吗？好，对，对。嗯，我是预言家，平民，我是蠢蛋，我是蠢蛋，预言家，是傻瓜还是蠢蛋？我忘记了，蠢蛋，傻瓜吗？蠢蛋，傻瓜是我在讲的，对，我跟小雨都记得傻瓜，好像又好了，等一下，我们在 happy， 等一下，我们在嗨，我们在嗨，大家都跳掉。我们再嗨一下，哎，我看到尸体了，谁在哪里？尸体在。侦探已离，侦探应该是拿弓的吧，对不对？嗯，这里的船不见了，哎。对啊，不见了。因为地图它改掉了吗？改掉了，地图改掉了。地图都有改。哦。哎，真的耶，好像有改一些。那个，我如果丢然后侦探弓在我身上。不要！哦。啊！音乐，我看到音乐，救命！是音乐。难怪你这么开心。我刚刚觉得是音乐，我走到旁边经过时完全没讲。好可怕！我天啊！我已经杀到目标了，可以了。什么鬼？你要杀谁啦？爸，那就你啊！杀完了，可以了。是因为我们电灯一次的关系，它的金锭感觉不太一样，才对啊，就是不材质啊，像奶油哦。对啊，好像奶油。我因为材质包都没有外露啊。坏轮！我熊猫翻滚！你怎么跑掉了？空灰！你怎么跑掉了？空灰！我刚想说你要让小雨过了。哇，他可以躲这么久。好近哦，声音。还有五个人。嗯，还有五个罗，快哦，快哦，大家等你哦，音乐，那音乐你慢慢玩，我们先走了。
啊，你们人要出来啊？没有啊，剩哦，现在喵哈，现在就只剩对啊，哎，拍喽，拍，哇，哦，可以登出了，啊，可以登出了，可以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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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了，回来了，回来了，到了，不要再接啦，小雨，小雨难得可以来八点六一下，对呀。巧克力找到八点六的 bug 了，伺服器怎么崩溃啊？不知道哎，突然就爆炸。巧克力按一下八点六按钮，找到原因了。不要不要，找到是谁？对呀，找到谁是八点六了？知道了知道了，为什么是你？应该是因为是熊猫地图吧 ？QQ 熊猫地图，来，怎么还有色尾？哪里嘞？还少谁？没有，是剩哈记，剩哈记。哎呀，我第一个。嗯。阿纪怎么不讲话？哎，喂，有，我在。想说你在沉默些什么？是不是在表现功夫？没有。